违法魔警哀轰道歉翻，毁在强度撑着。听到你说。热爱潜水的男权妈妈蛋偷与摄影师好友一起到摩里西斯抛出和摩香鲸公牛摸摸影片，被渡承哲医师指出此举违法，包括潜水业者也长期在当地违法。蛋偷不甘示弱回呛：“原来你没看过鲸鱼，我可以请你看，找到好像鲸鱼是你家的。”遭网友炮轰后，赶紧将影片下架并道歉，还到杜医师脸书止谢。但摸鲸片已被杜医师留档，一分多钟影片摸好摸满，蛋偷道歉没多久又反悔破文开呛：“谁要跟你道歉？注意我的文章，鲸鱼是你的吗？谁跟你讲影片是我？”杜医生觉得莫名其妙，这是男权妈妈的多重宇宙，并担忧这些人再这样搞，未来摩里西斯还会不会给台湾落地签？